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微 channel。 今天呢是我们的朋友的生日，让我介绍一下，就是他的生日。你过得怎么样？搞错了，再来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是11月11号，双十一，我又来到了新加坡，因为今天要来新加坡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，他这里有住一个民宿，然后办一个生日会，我们就去参观。然后呢，现在我的朋友他在买18杯奶茶给 everybody。让我们来看一看他。我要18杯奶茶。店员表示我没听错吧，再确认一下。One hour later。 好长的账单。18杯奶茶是82块，还有一个大箱子，所以我决定我们叫车过去吧，不然很搞笑。我就是找人做了一个惊喜影片送给他，等下再看他的反应吧。Later。 结果这个目的地竟然是我们买当兵东西的地方，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也有民宿。等下我们就去看看到底是在哪里，长什么样吧。等待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进来了。楼上，睡房，食物。皇后卡片，上下有这个。舞蹈秀。没法。桌球秀。你有病！拍照。在拍照。哇塞！对。丢泳池。去厕所。冲凉。惊喜影片。你不能拿，我给你看那个比较厉害，就是我。哎，我信仰。